少女手捧鲜花，在镜头下眼神迷离。突然，何するんですか？ここはうちのもんじゃ。あれも俺のもんじゃ。夏芽刚刚跟随爸妈从东京搬回乡下照顾生病的爷爷，因为优越的长相和气质，十五岁的她已经是小有名气的模特。刚刚转学回来，同学们都非常激动，瞬间把大明星围了起来。唯独这个坐在窗边一头耀眼金发的男孩，始终没看他一眼。当同学们都在吹捧夏芽时，どうせ手よく切られたんじゃろ。こんな都合のいい会なんてうじゃうじゃおるやろ。说完，阿航离开了教室。他是世世代代守护这片土地神主一族的继承人，他热爱家乡的一切，也养成了傲慢的性格，认为山川河海都归他所有。直到遇到这个同样骄傲的东京少女，夏芽看着高傲的少年，想起他们的第一次见面。刚回到乡下那天，他独自一人出门散步，不顾警示牌的标语，夏芽闯进了那片禁忌之海，也在这里遇见了金发的少年。少年独特的气质和他身上的压迫感让夏芽怦然心动。传说靠近这片海域的人都会受到诅咒，但此刻两人的眼中只有对方闪耀的光芒。夏芽想走进阿航的世界，为了让阿航另眼相看，他答应了知名摄影师的拍摄。阿航却在拍摄时过来捣乱。ここはうちのもんじゃ。あれも俺のもんじゃ。少年藏在傲慢里的是最纯粹的喜欢。夏芽追上去，却始终抓不到阿航。他累得躺在小溪边。私あの子に勝ちたくて。不久后，夏芽收到了最新的写真集，她来到阿航的面前。できた。阿航追了上去，夏芽把写真递给他。本当は私すごいでしょ。夏芽一直是个骄傲自信的女孩，可直到遇见了阿航，她的自信就碎了一地。阿航不知如何安慰，从包里拿出一瓶汽水递给她。而因为刚刚的奔跑，一打开瓶口汽水就喷了出来。哦，上一次成功的拍摄让夏芽再次名声大噪，甚至由导演发来电影邀约。她开心地与阿航分享好消息，但阿航却不想成为夏芽的牵绊。お前は綺麗じゃけ。自分のもんにしたろう思うとったわ。もうええわ。やだやだやだ。阿航把自己的手链送给夏芽，希望手链可以保佑他。夏芽也把自己的手链戴在阿航受伤，让自己也守护着阿航。本以为年少纯粹的感情能够一直延续，直到正火节时发生的一场意外给两人留下不可磨灭的阴影。这个男孩有多霸道，女友的腰带松了，他一把推开，粗鲁地帮他系好腰带，但女孩却开心地笑了。ねえ、こうちゃん。阿航敷衍的回答，还躲开了夏芽的手。夏芽有些生气，正准备离开时，又被阿航一把拉回来，拽上一辆公交车，送上一个深情注视之吻。夏芽就这样被倔强高傲的阿航拿捏了。到了晚上的正火节，阿航随同所有男子一起参加祭祀，夏芽则只能在一旁注视。这是一个疯狂迷恋夏芽的男人，趁乱找到夏芽，谎称他的爷爷突发疾病住院，要赶紧带他去医院。夏芽看着眼前的男人，之前来过家里，于是便信了他的话，跟他离开。阿航看着夏芽离开的背影，心中有些疑惑。直到夏芽送的手链断开，他才意识到夏芽可能有危险，立马离开去追。而此时的夏芽已经羊入虎口，他察觉出变态的意图，一把将变态推开，逃下了车，跑到桥下躲了起来。这时阿航追过来，发现车里已经没有人了，他边跑边呼喊着夏芽的名字，找到了躲在河边的夏芽。可当他想把夏芽拉上来时，变态从身后出现，用石头狠狠敲打阿航，然后重重的殴打。阿航最终不敌变态，让变态找到了夏芽。不久后被村民们发现救出了夏芽，但这件事却给两人造成了不可磨灭的阴影。一夜之间，夏芽从大家羡慕的明星变成了议论编排的对象，电影也因此更换了主演。夏芽总是一个人，没有人再愿意靠近她。而晚之后，阿航因为自责和悔恨也没再找过夏芽。到了高中，他变得更加不羁，甚至和街边的小混混们走在一起，大有此时来到夏芽身边，陪她一起吃饭，陪她一起放学，一起发泄情绪，一起谈天说地，大有喜欢的夏芽。但他也清楚夏芽的心意。こうが好きなんじゃろ。えらい二人のことでよ。俺は入れん言うか。だから、まあ俺はその付き合うとかはな、ええんじゃ。大友的陪伴让夏芽暂时忘却了烦恼，但当阿航再次出现的那一刻，他的世界又将再次崩塌。
就这一眼，他们无法自拔地爱上彼此。遇见彼此的时候，他们都闪闪发光，但傲慢的神之子却因为没能保护好喜欢的女孩，自卑自责，不敢再见她。再次见到阿航时，夏芽不管不顾地追上去，他知道阿航一直在逃避，为那天的事愧疚自责。阿航依然不愿面对，不想再给夏芽带来伤害，他让夏芽别再来找他。时隔一年，夏芽再次收到了东京的电影邀约，现在的他不知道留下是否还有意义。他询问神明应该如何选择，却在下山时遇见了他心爱的神。此时的阿航伤痕累累，倒进了夏芽的怀里。他们来到一间小木屋，夏芽帮阿航处理了伤口，希望他能继续闪闪发光地活下去。お前の言う輝かしい光ちゃんはもう死んどるんじゃ。じゃあ私たち、あいつの呪いにかかったまんまなんだな。夏芽想要一起逃离，但阿航却说不要再见面了。俺はよ、お前に何にもしてやれんのじゃ。誇りたかった、降りたかったわ。お前が望んだみたいによ。阿航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，以此来和夏芽诀别。经此过后，夏芽决定去东京拍电影，找来大友与他告别。大友虽然十分不舍，但还是献唱一首《俺们要去东京了》为夏芽送行。東京行くねんな。行くやろ。頑張れよ。出发去东京前，赶上了一年一度的正火节。这个曾经给他们造成创伤的节日，又再一次将历史重演。便他又回来了，再一次找到夏芽。夏芽拿出阿航给他的小刀，但却无法抵抗强壮的男人。他不停地呼救，呼喊着阿航快来救他，直到哭晕了过去。再次醒来时，只剩他一个人躺在地上。他本以为一切都只是梦境，却慢慢想起，真的是阿航出现救下了他。变态最后拿起小刀，扎向了自己的脖子。因为对夏芽的疯狂迷恋，他要以这种方式将自己和夏芽永远捆绑在一起。喜欢阿航的女同学将尸体和小刀一起沉入了水滴，但她希望造成这一切祸事的夏芽不要再去找阿航了。多年后，夏芽演了电影一举成名，还拿下了最佳新人奖。大家都夸现在的她很厉害，但在她的心中，阿航比她还要厉害。她心中的神明永远都在闪闪发光。おー、元気だな。おー、元気だな。お、ちゃんと見てるけ。